食完好激烈嘅四川麻辣火锅之后，最好梗系拣清热嘅山竹，又或者翻食楼。你妈妈竟然准备咗咩？你踩哥啊，七到八啊！头先我嗰度又一分，佢又一分，即系我同佢一样啊！好，讲一讲我哋嘅 DJ 游戏点玩法先。首先 ，DJ 们会先讲出一个故事或者一段说话，然后再随机播歌。DJ 需要承接音乐，完成 DJ 打歌任务。Hello， 咁多位，又到咗马搞游戏嘅时间。四位曾经嘅 DJ， 你哋准备好未咧？Hello， 你哋好嘛？我唔系 DJ 嚟噶，唔系嘉宾主持。我哋真系有做过，但系阿永浩啊。咁我而家嚟先讲一讲今晚游戏嘅惩罚系啲乜嘢先啦。今晚最低分的位 DJ 咧，需要連續五日在凌晨五點到六點做 IG live。拉翻低個麥先，屌你啊！好，退翻麥個麥先。乜連續五日啊？連續五日。好啦，咁啊，有請第一位 DJ 出列。你啊，原來我係新奇士 DJ。OK， 好，準備。好，退麥。今日又落雨啦，同我哋嘅心情一樣。隨住天氣，今日的你會不會好像天氣一樣都是那麼陰陰沉沉，不知道這首歌可不可以幫到你呢？出聲啊 DJ， 在廣東話地區可能講廣東話的歌踩歌，意思就是当歌曲进入唱口 ，DJ 仲继续讲嘢，影响听众欣赏歌曲。这个情况专业 DJ 是不会发生的。我成个脑都是嗰啲对乐队的中文名啊！系咪Linkin Park 系嘛？啊，滨州味，滨州味。我哋比分零到三，零到三。OK， 好，预备。三、二、一。吓！有两分，有两分，有两分，一定是前面嗰 part 讲得好。吓！个歌入到嚟先系精髓啊嘛！咁唔开心。OK， 好 ，DJ Kelvin， 预备三二一 ，on air，on air。每一年，阿仙奴嘅球迷嘅心情都系起起落落。接住嚟呢首歌，我系想送俾我最亲爱嘅斌仔。呢首歌。就好似阿仙奴一樣，去到夕陽嘅時候，每日每年佢都會再升翻上嚟，總係會去到頭六嘅位置。但係今年似乎佢未必做到。我經典的歌喉。OK， 好啦，有分啊嘛，兩位有分，都聽到佢講啲咩啊嘛，係嘛 ？OK， 好，準備啦，好，預備，三、二、一。我分啊！我仲分啊，分仔。你填嗰個遊戲講咩啊？話講曼聯，但又講埋阿仙奴同利物浦，你係冇分噶嘛？正常。有利物浦同埋阿仙奴啲人喺度嘅，我就一定會揀噶啦。但你聽不明白，你又俾兩分。我是聽不明白他講嘢，但我覺得起碼佢係個情緒可以接到首歌嘅，然之後佢係可以繼續講落去嘅。記住可以繼續可以講落去。好，DJ Jack 好 on air。士多啤梨、蘋果、橙、番石榴，每一日依照唔同嘅心情，你可能會選擇其中一款。又或者是你家人为你准备的，那究竟今晚你家人为你准备了哪一款呢？吃完好激烈的四川麻辣火锅之后，最好梗是揀清热的山竹，又或者番石榴。你妈妈竟然准备了什么？你踩歌啊！我唔係好熟呢首歌，佢冇吸收過首歌，真係冇奶埋落去首歌咁短嘅。佢將佢啱啱所識嘅三個全部講曬出嚟。有冇負分比？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未？準備好，準備好，準備好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哇！哇！一。哇！
哇！你一分啊？頭先我嗰度又一分，佢又一分，即係我同佢一樣啊！喂喂，我有個問題，喂，我有個問題。佢係講到一下自己爆咗，佢雖然講到梗係爆咗啦，講到嗱，我啊講到，我講到都要爆嘅。你又做 DJ， 你係長期都爆嘅。喂，唔公平啊！你講平佢咁，喂，咁你減翻分就佢話唔公平。OK， 好 ，DJ Monkey ready， 三二一 ，on air。今日呢個比賽係有啲唔公平㗎，因為同我比賽嘅嗰三位，佢哋都係當年電台嘅 Top 3 DJ。我都唔知點解要參加呢只 game， 但係今日既然嚟到呢只 game， 我就要玩落去。當呢只 game 玩到咁古代嘅時候，如果有啲古代嘅歌，我就 win 硬啦！初開一聲笑，講下一個 DJ， 佢開頭講嗰段嘢，只係聽眾打上去講。唔關你哋事㗎，唔關係，唔關我哋事。我哋講下啫，我哋講下啫，我哋影響唔到判裁判㗎。我哋講，好評判，好評判，頂比分。哇！你後面有問題，為什麼零有沒有踩過？我覺得你完全不是在做 DJ 對啊，你跟你聊天這樣的嘛，好像一開始有 Vico 那個其實挺好的，我都想給他一分。你給一分我而已，他上而已，只是零分。好啦，嚟到第二回合啦，我哋而家将难度升级，系我哋要加主题。我哋读出嚟。Oh my god！ 婚姻，男人最唔想面对嘅主题。婚姻。DJ 新奇士，剩住多少时间准备啊？佢准备咗好多年。系。好 ，DJ 新奇士 on air。OK。男同女之间拉埋天窗嘅时间，每一对都唔一样。有些人拍了拖半个月就结婚，而有些人可能细水长流，去到十几年都未必会拿起一张婚纸。而你的时间又会是几时呢？几时不要紧，最紧要可以有一个好好的婚礼，大有大搞，细有细搞，浮夸有浮夸咁搞，仲可以请电台 DJ 去做主持，包保嗰晚浮夸到你外母都赞你浮夸。3、2、1、2.5。太空。OK， 5、4、3、2、1 on air。 在浩瀚的宇宙里面，究竟有多少粒繁星呢？繁星的数量就像人的愿望一样，代表着你和我的每一个梦想。在浩瀚的太空舱里面，有時都會遇到有些氣流，在這氣流裡面穿著太空衣的你，你會不會好像這首歌一樣呢？這個花花宇宙代表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心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雜念，就好像這個 DJ 一樣。哇，唱到咁前奏，但我覺得得意嘅，太空有氣流。三、二、一。OK， 唔緊要。OK， 只要你可以信到佢。You can do it， DJ。咩嚟噶？親情。OK 啦 ，DJ 成日講噶啦。DJ Jagan 我呢啊。喺落雨嘅時候，通常心情都唔係咁好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起一个人，那个以前成日陪住你，但是有机会又没有机会见到的人。这个人对你好好，但是他已经不再见到了。你还记得
同佢一齐经历嘅嗰啲事，嗰种好刺激嘅感觉，记得系睇紧嗰场波，嗰场成场都系好多人嘅波，仲有唔同嘅人撩你一齐玩，你好记得嗰一日，因为。想当年马介休在澳门只一道葡国菜，但去到今时今日，马介休又点止咁简单啦、啊？好多人听到马介休就知道澳门原来有个节目叫做《欢乐马介休》，佢承载住嘅系里面有后制、有玩员，亦都有好多支持者嘅梦想喺度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嘅梦想。这个梦想可以很轻松，但是轻松得来有点艰难的。无话啦，有点艰难的。你说一次，你说一次，有点艰难的。真的真的真的可以再说吗？講一下，可以啊！哎呀，好得講啊！哎呀，嗱，仲有，喂，大家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 啊！好，贏多一輪啊！評判，比分，三、二、一，四分，一分，兩分，平手啊！五分半，阿達有五分半。喂，得噶咩？就係贏你零點五分。而家 IG 有個新功能啊！我覺得我哋四個要開一日。好，四個開一日。好，阿龍開四人，我哋夾佢開一日。好，大家記住收領。水皮 DJ 最尾嚟個 end 聽啦。最命嘅人，看我嚟。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对这条片也记得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对。恭喜 Rico 凭住第二回合精彩表现获得第一粒马介休球，欢迎各位朋友校定闹钟去龙哥 IG 睇直播啦，系咁。時間一點一點咁樣就過咗去啦，唔知道而家嘅你係咪做緊真正嘅自己呢？究竟點樣先可以做一個充實嘅自己？係咪真係要好似生活咁，每日翻工、翻學、放工、瞓覺、沖涼？叫中國的食晚飯、食午飯，你滴滴喎，時間係。滴答滴，黐線時間邊有聲啊！你都癲啊！